上你，总会流言蜚蜚，听说你对待情像马戏，开心过便失忆，欣赏过便唾弃，爱你同时亦要争执。菲菲就唱菲菲，想着分数可以飞上去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菲菲唱菲菲一定会起飞。是不是真的？你这首歌也有些时候是 set set 的，为什么个个都揀这么 set 的歌呢？因为慢歌环节嘛。哦，好。是啊。看看你的感情穿不穿透到张佳添老师先。袁飛，其實每一次看你在台上表演得最好，你隔離都有一個人站在隔離，比如李佳、黃興平。你今晚其實表現是不差的，因為我看到你自己一個人站在台上那份淡定終於出了來，其實我很開心看到你的進步。雖然這個不是你最好的表現，但是今晚我是滿意的，無論是你的容器、音色、感情全部都是達標的。而我開始 feel 到誰是陳如飛，因為你從來讓我看到你是很有 potential 的人。今晚你的 potential 去到八成左右， OK。 還有最後說一句，所有在廣州來香港發展的人，無論捱得三五七八年，結果都是會成功的。我希望你在三五歲之後將這個時間縮短四倍，好嗎？多謝張佳添老師，我真的要計計數。好，Harry， 其實我喜歡菲菲，她唱的很 groovy 的歌，你的聲音本身很有辨識度，還有你唱那些 hyper 其實放在一些有 energy 的歌上是很好的。好了，不過這是一隻慢歌，我略嫌你的音準在第一個 chorus 確實是有少少沙石的。另外呢，最重要的那份感動，你唱得不差的，正如 Tim Sir 說，不過不是真的太過感動到我的。好，看看網民有什麼說先。好像唱錯歌詞，是嗎？我太投入了。好，還有第二個網民說什麼呢？如非很緊張唱錯歌詞，歌音炒了、但是不要緊的，我們現場不知道他有沒有唱錯歌詞，看看分數先。好，陳如飛是得到70分的。